嗨，大家早安。今天霸天来到瑞穗，好，大家看我穿着这么运动要干嘛呢？不是骑脚踏车，不是慢跑，来瑞穗最重要的就是泛舟。我是本身是花莲人，但我从小到大没泛过舟，想说这次来一定要玩一下。我们等一下就要泛舟了，期待一下 ，Go。救生衣、帽子还有鞋子，就是泛舟的标准配备，好不好？还要一定要喝水。昨天台风，我本来想说会不会大风大浪，今天下不了水，结果还不错，今天出大太阳，超级赞。我过年的时候，其实每次回花莲，景色不下雨就长这样，我觉得超级棒的。我们到秀姑峦溪河边了，今天看起来水蛮湍急的，因为昨天台风嘛，感觉等一下一定会很嗨，希望可以我们两个好好互助。滑向我们的出海口吧！真的要去大海里哦？对啊，我们要滑到出海口啊！不会不会，结果这真的到大海回不来啊？不会啦，我们还可以坐那个渔船回来啊！哦 ，OK， 回台北。大家加油！大家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哎，你回来我。裤子，你就是来弄湿的。我没有要弄湿的意思。我们要追到他们了。等一下，一定会掉下去的啊。我没有要掉下去的意思。等一下就会掉下去啊。你们有那个 YouTube 频道吗？啊？那你可以 follow 831的 YouTube 频道。831，831，哇，会看得到我们吗？可以哦，那你要跟镜头打招呼吗？831，831，我们要一起掉下水。我们要共患难，但不要让我弄湿。一定会下水的、啊。不要这样。大家加油，我们要快点翻船啊！朋友，别叫醒了。左边的朋友，我们在翻船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差点撞墙了！天哪！哇！超危险的！有没有被硬骑的感觉？前场还骑的，现在是……泰国泼水节办不了，来秀姑峦溪办泼水节。好命！我觉得我们到了要翻船的区域了。真的假的？这你这里就要翻船了？水上冒险了，翻船要怎么办、啊？你借我们拍一个那个好不好？假装摔下去的系列。真的啦，我们会把你救上来。很后悔，就假装了。快点啦，直接直接把我救下去就好，急我。现在啦。我们坐上了快艇，哟嗨！好紧张哦。对啊，刚刚其实坐快艇的时候是完全无法拍的，因为太快了，而且一直要翻的感觉。刚刚那个完全无法拍，我两只手抓着绳子就已经动了。超紧张！我刚刚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完全只想说不能把 GoPro 掉到水里，掉下去就起不来了。站起来，刚刚站起来，好丢啊！站住！
来，赶快把他拉上来。好，来，不要紧张，没关系，不要紧张。没有，小心哦。小心哦。坐着，坐着就坐着。来，看看我。没有，你进来。来，先坐好，先坐好。就回来了，再出发，超可怕的。其实刚刚那个很蛮可怕的，因为水流很湍急。而且我想说，我到底该不该把摄影机放下来？可是又想说，这是那个战地记者。我看他救起来，那个鞋子都已经喷了。好累哦，不过我觉得教练最辛苦，他从头到尾一直在盯着我们。听说他考试的时候啊，我们是坐船，他是游下来的。对的，太厉害了。好啦，今天非常开心，跟台湾看走，下次再来哦。好累哦，上岸了，回家了。哎、欸，我们玩了多久啊？我们两个半小时哎、欸。对啊，太累了。谢谢两位教练，谢谢。我们照一张可以吗？当然，谢谢。喜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没错，要分享哦，不然我今天这么累就失败了。拜拜，伴奏大成功。